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富翁摇钱树赚钱真快速。今天大盘下跌跳空的时候，你看到下杀你就不会慌，因为你有看翁老师的节目，是不是？上个礼拜五我跟你讲得很清楚，你有看，你有听，你听进去了，你有做，那么你就不会慌。但是我想啊，很多人是听听而已，看看而已，那也没有关系，反正缘分，你认同的我们一起来打拼，你如果不认同，那么我们也感谢你，感谢你过去这段时间以来的收看。我们下午2:30的节目要做变更，所以今天最后一天，再感谢你过去收看2:30节目的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送你一档礼物，叫睡醒预测秘籍。为什么我要送你这个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你一定在看，说刚好 call in 有可能吗？你一直在怀疑，可是事后你看到了翁老师所说是对的。在接下来10月份，可能你也没这个福气看我们节目了，但是至少我希望说你能够有知道、了解，在市场上有一种比指标更准的，那叫睡醒预测。所以，投资朋友，今天只限今天送你这个睡醒预测秘籍，按赞好礼。我想好事还要继续做下去，我们所坚持的是做好事，而这个好事不管我们在哪里，我们认为对的，我们就会一路做下去。你认同的，你认为说翁老师，我认同你的看法，按赞好，来电按赞好礼。我们今天送你这个睡醒预测秘籍，那只限今天而已，是回馈你过去有收看我们节目的。如果你刚好今天不小心转到，那也是缘分吧，那你可以把握一下。过了今天以后，你不要打来说老师啊，我要拿，没有了哈。我们把规矩给讲清楚。今天最后一天，我送你这个礼物，你有这个缘分，你想拿你就来电，你不想，那么我们也不用勉强。你以后会不会看，我也不知道；你以后会不会参加，我也不知道，那是缘分。但至少我们所秉承是什么？我们凭着我们良心的事情在做，就像今天一样。你看到大盘，哇，老师啊，跳空破低，我是跟你讲过，接下来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战场，因为大盘反弹5周以后，开始进入6天的新战场，跳空破，新的格局出来了。所以你说我们今天放空，我们今天赚，那都是刚好而已啊。重点是为什么我在上个礼拜要空单留仓？上个礼拜五空单留仓，今天杀到8083的时候，大跌99点。请问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在做什么？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告诉你说波段空单，请全面留仓？如果你没留仓，杀下来你不敢空；如果你有留仓，杀下来的时候，你什么地方补，你都是赢，对不对？大多数的人是这样子啊。昨天没留仓，今天杀下来的时候，追一追，干上去，停损就下去了。或者是你在看到杀的时候，杀到8083破开盘低点去追空，你一追空，你就被嘎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讲你都不听。我告诉你说，我们在放空。8263、8250、8243、8214、8202、8182、8241，我们在做放空的时候，你在干嘛？我想今天如果没有下跌重挫之前，基本上翁老师所讲的你都不会听，你都不会听。为什么？这很合理嘛，因为你眼睛没有看到它下跌，你总是会认为说我必须眼见为凭。你眼见为凭在空，你来得及吗？你就来不及的啊，投资朋友。波动下的制胜关键是什么？预测，预测，接下来重压。你预测它会跌，你知道它会跌，你放空，你重压，空单流仓，跳空下来的时候，你才有这个机会吧？期货这几天跌了190点，你做对什么事情？你说我们赚钱，这个你不用看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跟你无关。重点是你能不能够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做空单流仓，这才是重点啊！
不需要等到消息出来的时候，哦，老师啊，什么美国财政怎么样？然后呢，可能他们的纷争，就说什么克林顿17年前那个时候也是，结果政府停摆，当时事情发生以前跌了2%，那些都是属于消息面。那对你的帮助有没有很重要？根本不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的是领先市场，税型预测秘籍。我想你把这个宝典给拿回去，你把这个资料给拿回去，那么你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你才知道说哦，奇怪，为什么没有人敢空单流仓？翁老师敢空单流仓，为什么在中秋节过后，我说8263放空，8263放空，8250、8243、8250、8243，还有8214、8202、8182、8214、8202、8182，以及到礼拜五8214放空，8214放空流仓，今天跳空下来之后杀到8083反弹，8183、8132再空又杀下来，为什么？今天大跌，盘中最高大跌99点，请问你做了什么事？人家要做了什么事？所以你说赢钱有没有方法？有。我想在过了今天以后，因为换另外一个老师，所以如果你2:30这个节目，那我们会换到其他时段。所以这是一种缘分，就是说有时候讲一些事情可能你不喜欢听，可是如果你事后回过来看，翁老师所讲的这一段没错吧？那为什么我要空？为什么我要留空？为什么？时间先拉到礼拜五，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讲什么？投资朋友，我讲什么？这是个内困，内困的线。好，问你，你怎么知道会杀？你怎么知道会杀？我怎么讲？我说啊，你看到这根红黑棒，当时是现货在拉，期货没拉，现货拉尾盘，而期货没跟上，而且以现货的结构来看，它很弱。为什么？因为弱势股继续弱，高价股在弱，所以这根内困的子母线，我们怎么看？下个礼拜一进入到新的战场，有没有？下个礼拜一进入到新的战场，我跟你讲过了啊，我们把放近一点，对这边，有没有子母内困？下个礼拜进入到新的战场，果然没错，跳空破，新的格局出来了，你还在看，我不等你，投资朋友。所以你说，如果机会如果出现了，你如果不把握，那么就无缘了嘛。就如同我跟你讲过的，现在今天回馈送你税型预测秘籍，这个资料你拿回去，只有今天而已，错过了。很抱歉，就没有了哦。我们只有今天而已，好不好？来电索取好礼。为什么我在昨天会礼拜五要跟你讲说要放空？为什么？上礼拜我告诉你，下个礼拜一进入到新的战场。好，那我们的看法是，注意看哦。你现在看到的是我的存档稿。我在上个礼拜为什么留空？因为我先规划美股的走势是这样子。我认为短线上有卖压出笼，有修正回档的一个压力。台股子母内困。内困母子线，所以下个礼拜会大幅的波动。好，那这大幅的波动，你要提防什么？空方大举出笼的大卖压，投资朋友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开盘直接跳空下来。好，提防空军大举出笼的大卖压。好，所以今天做了反弹，因为上礼拜有做反弹嘛，但期货相对弱势，而逆价差拉大。这反映到下个礼拜一的开盘会怎么样？会相当的剧烈，预估早盘先开低走低，是开低走低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怎么那么准？好，开低走低之后，盘中突然急速拉升，而尾盘走阳，盘中急速拉升，尾盘走阳，对不对？所以 K 线留长下影线，留长下影线，投资朋友，这就是下影线。所以你刚才看到的是我的传真稿所跟你规划的，
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是在这根线，就内困母子线。我直接告诉你什么事情，你再回想一下。我告诉你美股走势，我告诉你台股的走势，从早上开盘会跳空往下杀，盘中会有急拉，而整个 K 线最后会留出个下影线。我跟你讲过那么多事情，有没有？全部一一印证。所以你眼见为凭，投资朋友，你现在看到的传真稿，会员所收到的，全部一模一样。不一样的话，你来找我，我负责，都一样啊。好，那所以我跟你讲过的东西就是说，人家能够做对，而且还要继续做下去。你不信，那无缘；你不试货，那我们也笑笑。你如果试货，想了解的睡行预测秘籍这个资料，你要拿回去。我们只限今天而已。就为什么我可以对？我对，宝贝吗？宝贝也不可能那么准吧？告诉你预估开盘会跳空，谁知道？我知道。好，投资者再看清楚喽。我告诉你，下个礼拜的震荡可能高达154点。下个礼拜一震荡可能高达154点，这什么时候写？什么时候写的？下上个礼拜五写的。我问你，你怎么知道？这不是什么奇迹，这不是。同志们看一下哦，早上是开盘开低走低，跌93点，反弹67点，先跌93，反弹67，总共震荡160点，震荡高达154点，完全印证，而且拉下影线。是开盘开低走低，盘中急拉，尾盘再拉，没错吧？留下影线，完全正确。所以我现在给你的是什么，投资朋友？我今天不再跟你炫耀说，你看我们多准，我们像神一样，不是？我们不是把我们自己神格化，我们只是普通人而已。但为什么我做得到？为什么？他有他的方法，你也可以学，叫睡行预测的这个功夫。你想了解的，我想这本秘籍是你可以好好去做了解的。目前我们所达到的境界是什么？投资朋友，我先跟你讲，我们现在能够做什么事情？我们透过 K 线的破解，我们现在能够预测下一根 K 线是什么？预测明日 K 线，日 K、周 K、月 K， 预测下一根，它预测美股的 K 线。所以，我们目前能够预测 K 线怎么做的？透过睡行预测，你想了解的，我想这本书还蛮厚的，你只有花自己愿意花时间去了解，你才知道。帮我讲再多，你也听听而已。真实去看，真实去了解，你就知道说，原来你所过去你所认知的那个境界，什么利用指标啊，上去的话好买绿卖呀、啊，或是什么见好往上往下啊，那些都是事情跑出来之后才告诉你说要卖，就像今天一样。你的指标是不是现在还告诉你说，现在赶快做卖出？那万一现在卖了，明天上去反弹之后怎么办？投资朋友，今天是这个十字星，而这十字星是个量缩十字星，请问你怎么解读？如果万一明天反弹，你的指标开始告诉什么？哦，空翻多，兵来兵去，你赚不到钱。所以你要抓转折，我们能够抓什么？抓明日台指的高点跟低点。短线的压力跟支撑，还有算时间转折，所以我们能够推算 K 线、推算转折，甚至于模拟路径，就把台股的明天路径给模拟出来，用图形化，把它的描述江波走势用文字描述出来。所以刚才你看到我跟你讲的，开盘会怎么样，盘中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最后 K 线会怎么样，是台股的文江波描述。把台股会留下影线，就是 K 线的推算，完全正确。所以操作没有很难，那是因为你过去没有接触到。投资朋友看清楚了，为什么我要空？时间先拿到9月13号，那个时候大盘是过高点到98293。我那个时候跟你提到一件事情，说在当时所有技术指标全部翻多。你从波浪，哇，突破了，让重新数形态突破了，压力变支撑。以量价来看，量价配合没有失调，没有失调，根本没有做空理由。我怎么讲？我说啊，
技术分析全面翻的陷阱，这个你一定要注意到。所以我告诉你，空点在哪里？明天的开盘之处，什么时候讲的？9月23号。好，9月23号，跟你讲空点在哪里，开盘之处。我们回过头来看，你看它的8310就是最高点。23号跟你预测，9月30号回过头来看，完全正确。所以说时间它是最好的证人。我当下讲你不知道，因为事情还没发生嘛。但你总是等到事情发生之后，你再回过头来看，如数家珍，一一完全印证。你错过了，时间不会等你。你有钱，有钱可买大时钟，你可以买多大都可以。可是你买不回一秒钟。所以投资朋友，好事还要继续做下去。我们坚持做对的事情，按赞好礼，睡行预测秘籍。你看到我跟你讲过的，放空，开盘在放空，全面翻的陷阱。好，接下来隔天出现十字星，我说是虚的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知道啊，回过来看是对的，是虚的。好，虚的话我怎么讲？传真稿，十字星变盘，停顿再转折，有没有停顿？有啊，顿完之后隔天先顿一下，就往下杀了嘛。你相信，你就不会后悔。隔天没什么跌，我说什么？你还没努力之前，别说不可能。你跟着做，他会先急杀吸引融资。你说老师啊，没有急杀呢？废话，还没发生嘛。我先跟你讲的啊，我讲在前面，传真稿怎么想？叫做吊颈勒脖，人吊在这边，小心很危险。如果你用指标，你的指标已经是怎样套下来之后才告诉你说要翻空，那你就来不及了嘛。隔天长黑下杀，我说什么？全力放空，有没有？选择权、金融大力放空，请问你空了没？你没空，你不敢空。我怎么讲？以一打六，准备赚大。以一打六，准备赚大。你有看过叶问的电影？你要打几个？我要打10个。行情的操作，如果当你对的时候，我们一打六，我们以一打六赚大的。所以说，预知来生事，今生做则事；预知前生事，今生受则事。你不用羡慕我们做对，那是因为我们过去种的因是对的。你现在想的是，我现在种什么因，才能得到未来的一个果。所以，投资朋友，今天我们送你这本秘籍，你就好好的把握这个资料，你务必好好的一个拿到，因为今天刚好是最后一天，因为我们节目即将做变更。有句话这么讲，送给你：一滴法语千山绿，只要一滴就是一滴就好，一滴法语就是一个观念，它如果能够点通你过去的障碍，一点你通了，你开窍了，那么这个电话，这一通电话它就值钱了。我事先预测，行情在我预测里面，所以有句话这么讲：二是犁头善是泥，善人常被恶人欺，铁打犁头年年坏，未见田中换烂泥。犁头虽然是铁做的，常常去欺负这个泥土，可是善人常被恶人欺。犁头是铁打的没有错，可是它年年坏，为什么？因为未见田中换烂泥。泥土是善的，它虽然被犁头欺负，但最后时间会还给它公道，因为我们相信好事。你如果继续做下去的话，它会就是对的。我说过520今年高点，你看到今年目前为止520还是目前的高点，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变动，那你说我讲的话要不要听？今天不管有缘无缘，今天节目即将做变更，这个机会你务必好好把握。什么叫做睡行预测？我点个东西给你听：阴阳顺逆妙难穷，二字还归一九宫，若能了达阴阳理，天地都来一掌中。当你了解睡行预测，你就能够达到我们所说的预测 K 线、预测转折、预测任何的操作，甚至于股票单股数单都能够做得到。利用广告，我们今天回馈你，回馈好礼，
把握一下，待会再回来。台北基隆合并议题发烧，北北基最后一字头房价在暖暖，政府耗资260亿启动基隆六大开发案。基隆唯一21项精英公社休闲概念城堡，万坪森林保护区第一排，买在起涨点，幸福财富多一点，轻松买，快乐住，台北大镇2459-0707。长庚投顾翁分析师，教师节感恩大回馈，一半一半，一人一半，我帮你出一半，只限今天。私家专线02-2752-5868，02-2752-5868。晨通投顾这项以推数又数以全理电器审视关行度时，翁老师独创碎形 K 线预测学，融合西方财务工程的碎形几何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K 线战法，让您提前预测明天，善用转折，看准一日行情，受用无尽；看准三日行情，富甲天下。02-2752-5868，晨通投顾值得托付。晨通投顾翁分析师，教师节感恩大回馈，一半一半，一人一半，我帮你出一半，只限今天。私家专线02-2752-5868，02-2752-5868。头痛，请用5分钟。爸爸，欧派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，石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气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吹气听，先用气听5分钟。我们今天节目即将做变更，所以为了回馈你，我们今天最后一天送你东西，送你碎形预测秘籍。预测秘籍能够做什么？它不止预测期货，在股票的部分你也能够做到单股锁单。百龙2483的百龙今天攻上涨停板，大盘在跌的时候它强攻涨停。投资朋友，百龙是我跟你讲过的单股锁单，2483百龙单股锁单，开盘就攻涨停板，连拉2根停板，恭喜实战班会员。2483百龙2根停板，强过大盘，强行涨停。所以你说你看到什么事情？当你会碎形预测，你不只做股票，做期货都下下叫，而这个机会只有今天而已，你错过了，我们不会等你。百龙2根停板，call讯都有。礼拜五开高往上拉的时候，你依照讯息来做，你都买得到。这个我们会员都这个有拿到讯息的都买得到。单股锁单，今天卡位买进，单股锁单有没有？买完之后强锁涨停板，今天再拉涨停。所以没有很难，你看人家怎么做。2根停板，百龙2根停板，为什么在起攻的时候出现拇指十字变盘？而这个观念就是我教过你的这个观念，在第172页有提过十字星。好，你知道了，对应到你选中股票叫和瑞雅继续破底，你选中九豪攻的时候你没买，杀的时候哇套在高点，那为什么你不买这种股票？投资朋友，一样的单股锁单。九豪今天跳空一度打到跌停板，台阳也是啊，上去的时候才注意到，你根本来不及了嘛。所以操作没有很难，你过去的华尔科，如果你没跟到我讲的百龙，你又不听，那么你现在要打破窘与闷，换一手好牌，三阳板、发乐一、明日之星单股锁单。所以操作没有很难。
在波动之下，关键是什么？就是预测。而学会预测，你就不只能够单股锁单，甚至于台指看对之后重压下杀。所以今天我们送你这个好礼，来电按赞睡醒预测秘籍，同时感谢你过去的收看，我帮你出一半的这个好礼，今天再延最后一天，好不好？这个预测秘籍目前我预计有50份，没有的话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经理帮我扣一下，50份送完就没有了，机会难得，请你务必好好把握，来电按赞。感谢你过去的收看，我们节目即将做变更，希望有缘继续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预防狂犬病，请不要接触、猎捕或饲养野生动物。如果被动物咬伤或抓伤，请务必记住动物的特征，并立刻用清水冲洗、消毒伤口，赶快就医。爱它就要带它去打疫苗，更不要抛弃它哦。预防狂犬病，多点警觉，多点安心。相关疑问，请拨1922防疫专线。长隆投顾翁分析师。教师节感恩大回馈，一半一半，一人一半，我帮你出一半，只限今天。私家专线02-2752-5868，02-2752-5868。股市投资，谁可以让您利空频传时总是动如机先，利多出尽时总是高档获利？晨通投顾是一家具有证券及期货双证照的投顾公司，拥有最专业的分析师群，最资深的研究团队。无论您是想要投资股票或期货，将不用在股市中单打独斗。晨通投顾带领您比别人早一步迈向财富人生。晨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。打完疫苗就不怕狂犬病了？是啊，每年定期施打就能够有效的预防狂犬病。